来参加我们今天活动的这个 BBL Premium， 还有东京西川的这个朋友们，大家好。那其实讲到这个睡眠，我已经差不多九年没有睡好了。九年没有睡好了。等一下，我问一个问题 ，Randy， 你几岁？九岁。哦。你懂了吗？找到问题点了。这个说不定你们都没有帮助我的，但是其实我是开玩笑了。有了他们，真的是生活是越来越睡眠有影响，生活是越来越好玩，但是睡眠当然有影响。所以其实我们会把，因为你要想有三分之一我们在时间都是在睡觉，所以这个时间很珍贵，非常非常珍贵。然后有了他们，真的有时候很难睡，因为第一个我们床不够大，他们有时候都藏进来。但是我觉得要把握那个时间，所以真的一个好的一个睡眠，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没错，对，对，我觉得其实我们听到今天有一个这个 N Free 的量身定做的一个枕头，听说体验之后我就可以找到我这最完美的枕头，那我非常期待。因为其实对我来讲，枕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。我从大学到现在，我几乎每两年都会换一个枕头，因为我其实觉得可能找到好的，但是过了一年两年它就软掉了或是变形，然后你就会一直想去找一个最适合你的身体的这个形状。我们床上现在有差不多八个枕头。哇，这么多。对，所以我你知道有那个 pillow stalker， 他就真的是看到 pillow， 他看到好的枕头他就要买，不管我们到哪里，只要写什么这个特别让你睡眠更舒服，或者是健康，或者是防螨，或者是什么什么，他就是一定要试。所以我家里对就是不同的。那我希望今天是最后一站，我希望是最后一站，我就可以找到最完美的 partner， 好不好？好，非常谢谢艾利克斯还有永贤的分享。